他给我灵感，他给我梦境，他让我放纵，他让我自由，他是我的酒。对很多艺术家来说，酒中自有颜如玉，酒中自有黄金屋。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在世时就享有盛名，他的每幅画、每尊雕塑都价值不菲。不过米开朗基罗的生活却十分简单，他对穿戴、住宿等等都没有什么需求。他的钱只花在两个地方，一是购买绘画和雕塑工具，再就是购买中意的葡萄酒。据说这位艺术大师一只手拿画笔，另一只手举酒杯，喝一口画一笔，喝一口画一笔，作品雄伟健壮，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这是酒神赐下的灵感。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大师都热衷于塑造酒神，据说很大原因是他们热爱葡萄酒。在他们的画笔下，酒神以各种姿态出现。大部分艺术家喝酒是为了画画，但也有人画画是为了喝酒。在欧洲绘画史中，对莫里斯·玉特里罗的介绍是法国风景画家，但对玉特里罗来说，他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别人说我是疯子，不，我不是疯子，我是酒鬼。玉特里罗是为了戒酒，也是为了有钱买更多的酒，才开始画画。据说画画时玉特里罗精力集中，态度谨慎，他使用圆规与尺子在作画台上反复又量又画，连屋顶的瓦片、墙面的石块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只为最接近真实。但一旦手中的活结束，玉特里罗便旧病复发，贪杯不止。据说他一天能喝下8公斤左右的酒，差不多是现在食品的量。好在多次的酒精中毒并没有毁蚀玉特里罗对于生命和美的敏感与洞察力。他笔下的巴黎蒙马特街景朴素平凡，却洋溢着情感，抒情的笔触充满诗意，他的画始终散发着异常光彩。当一杯纯美的葡萄酒入喉，自由和灵感才会真正复活。葡萄酒在储藏的过程中会蒸发而慢慢减少，因此购买时要注意其酒味。酒味在中间以下的产品很可能酸化度过高，购买时要慎重考虑。